称懂得解梦、看风水，甚至能够和观世音菩萨通灵的卢军宏，据说将在年底前来我国。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丽莹今天和本地佛教团体的代表召开记者会，提醒民众不要误信附佛外道。一名来自中国的僧人更揭露，卢台长举办活动其实是为了敛财。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丽莹今天连同多个佛教团体的代表召开记者会，因为宣扬心灵法门的卢军宏卢台长又要来马了。出席记者会的一名中国僧人大宏法师表示，心灵法门不属于佛教，因为他和佛教的教义背道而驰，佛教没有教导信徒念诵小房子。是的，所谓的小房子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大家为了完成他的任务就没有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没有时间呢工作，没有时间和父母在一起，包括生病之后呢又不吃药不去医院，这个是非常可悲的啊，因为你不去医院。本台去年曾经报道，卢台长的见面会不允许媒体入场，入场者也不能携带手机和相机。大宏法师揭露，卢台长早前被多国发现非法敛财，他其实是透过见面会公然敛财。现在他们就是已经有经验了，就是说你进入会场不能开手机，不能照，不能私下不能照。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照了之后，这是非法的，你这个是非法敛财，现场去交钱，包括这个心灵法门卢台长的老婆就是在现场，就在功德箱旁边，啊，就是在收钱。大宏法师强调，僧人不相信所谓的心灵法门，因此呼吁我国的佛教徒不要出席心灵法门的任何活动。林丽莹也劝请民众不要盲目相信宣扬个人崇拜的组织。NTV7 采访报道。